4月17日，张天爱在微博发出四张照片。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背书包的，你们呢？只见女神红唇黑衣，长发飘飘，十分性感。除了，居然将包带勒到额头前。粉丝马上接过话茬，评论道，然后就被妈妈揍了。哎呀，好巧，我也是这么背的呢。小爱，你像个村里的二傻子。